呀，我是面包，欢迎来到我的960页手账挑战的第18周，一起来看看这周本子的状态吧。然后本周的翻翻看呢，是近两周的排版分享。对了，在上期的唠嗑里呢，不是跟大家说我入了一个新坑吗？原本我是想这周末呢录个视频给大家分享的，但是谁知道我这周末要发的开箱太多了，这事儿就给耽搁了。其实呢，面包是入了粘土坑，这事儿吧就改天再跟大家细说吧。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日份的排版时间。